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有两个角的一边哈、哦、在同一直线上，那么他问说，然后另外一边平行的、啊，比如说这个角，这个角的话我叫角 A 啦，啊跟这个角，这个叫角 B 好了，哦这两个边呢平行，啊另外一个边是它在同一个直线上，啊这叫角 B。那么他问说哈，问说呢，折此两个角的话，关系怎样 ？A 选项他说互余。首先我们看哈，它有可能呢，这个角啊哈，跟这个角，它是互补的，有可能互补。啊，有可能什么呢？这一边的话哈，跟这边平行了，有可能是这一边是这一边，有可能是这个。那如果是这个角的话，那跟它就一样。也就是说，有可能互补，或者是一样，哦，就互补或一样，所以答案哈应该要选 D 啊，互补或相等。